他半身都去补拍的啦。对，因为他是就临时就去拍，那临时去拍的。这正常更不像啊！我这时候超凶的。你知道这时候我是跟那个摄影师吵完架拿着拍啊。欸，你以前真的有点凶险了。欸，你跟你现在好。汽车。你以前感觉很邪恶。汽车。哇，我以前很凶啊。很卡通。你看，就是他很多，他以前真的很凶的那种，就是国中那种坏坏男生。我是调皮的。对。大家在弄榴莲的啦，我挖到手啊！哎呦，脖子哥刚播以前，照片呢？脖子哥，脖子哥，你看我小时候穿 Nike， 我这件背心还在。解释一下。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解释掉。花蕊就是。对。解释掉。中国的，没了，多少钱？熏鸡蘑菇什么？专家，我给你看了。熏鸡蘑菇，好像我也加面。你也加面吗，猴子哥？我今天晚上也在。对，就拿我这件出来乱看。我说我看到了吗？不要说我凶神恶煞，好不好？啊，病毒啊，这个好玩啊。我根本一点都不凶毒啊，你。对吗？怎么？可以啦。哎，这张也一样，这种。救生证啊。哎呦。也是凶神恶煞，因为我觉得那张照片最好看啦、啊。那张照片最凶，最好看。两公才过去。姐夫飞雪。还在你，在你。这是哪个国家帮派？然后就要重考，不会把那个105年，明年过去了，对，明年就要重考。嗯。原本SIM卡换到新的手机，里面东西不见了。知道。SIM卡。对，问他没差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主流的SIM卡机，你是通讯录哦。通讯录我已经弄过去了。就看你的通讯录是。这应该没差的。你SIM卡里面只能存通讯录而已啊。好，那就没事，那我要拆掉了。是这一张对不对？是吗？对啊，要几副？把电池要拔，电池掉吗？我很强，我几级？八级师。八级师的，你为什么每次要用那个？你是弄的、啊？推的。哎呦！熏鸡蘑菇加面。我的。你用点是红茶对不对？我是铁钻红茶。我要正式的。哎，不是那个。你也是远传的、哦，对啊，我就是。